郑祖如是台湾第一位专业主播，他曾经和傅达人一起播报过全国的少棒赛，外传两个人不和，不过两个人现在在镜头前，傅达人模仿起郑祖如，打破了不和传言。我被三振出局的话，这场比赛就输了，所以您说这场球，这一个球投出来会有多么的重要。挑战播报体育新闻，资深主播郑祖如照样稳健 PK 专业体育主播傅达人。赢了，陈伟英左手，左手斜角的内角漂流球，哇，一个好球，把对方三振出局。把自己当成球迷，投入情绪。两位专业主播诠释体育新闻各有风格。早在台视时期就搭档转播过全国少棒赛，但圈内传言两位主播王不见王，真的是这样吗？画面会说话。谈不上什么擦出什么火花，我们同事嘛。他的国语很标准，但是他就是后来他就转了，就转到专攻主播嘛。那我这个命比较苦，就在外头跑一年，几乎在外面大概有半年了。你看，一开口话似乎酸酸的，但互相拍拍背、客套寒暄，该有的礼数都没少。傅达人还模仿起郑祖如，大力澄清两个人交情好得很。难道是命运的安排，还是感情的纠葛呢？李组长一看，案情不简单。郑祖如经典台词，傅达人学的有模有样，对方忙什么随时掌握最新动态。两位资深主播镜头前破冰，展现好交情，那几句话余量情节表露无遗。中天新闻陈俊杰、张玉华台北报道。